东京是个什么样的地方 Video Plan Tokyo 上上带你看东京。今天聂宝代班，我们路过神池袋二丁目のココロ，让我们听听他们在聊些什么吧。因为是一个大都市，所以很多新鲜的东西啊，现代的比较直接了解到，新的和旧的混在一起吧。传统的文化。你会想念家人和朋友吗？会啊，但是我家里人会每年都会来玩。有没有哪些事是您在那一时刻特别想回家？要过年嘛，春节，十五啊，这些端午节啊。对对对。你好，我是东京蛋糕。东京有许多华人，今天遇到 Cocolo 的店长，感谢他的受访。路过池袋不要错过哦。如果你对东京感兴趣，快来关注我们吧。如果喜欢我们的视频，别忘了点赞和转发，期待你的评论和支持。